有像潜行裤的那个概念，裤脚的地方都有做到车缝线，可是它没有到那么没有那么宽松，但是裤脚就是有车，有没有有车？然后它这边没有像潜行裤那么宽，再修一点点，再修一点都有打，这边有做到打折，再修一点点的概念呢，就是这边会比较显瘦一些些，然后那个带绳的部分也有一个黑色的钉。有带一点点麻料的棉，带一点麻料的棉。前面这边有做到打折，你看这边还有做一个那个铁边，左边裤管有做一个贴布。好，那这边的车把，这边也都是双车线，所以质感很好。再看后面的部分，而且它侧面有自然的空气感，有没有？不是贴腿。减型裤的效果就是在膝盖这边会有自然的通度，对，不会。然后再就是屁股后面没有口袋，下面都没有。但是裤脚的地方一样，这边有一样做到车缝线。你这边有点微收，你看小腿的地方也不会贴。微收的话，看起来真的都超显瘦。这件真的就是介于老爷裤跟减型裤之间对会比较宽松，可是又没有到那么抛，会适合这个就是小资女生，也不用担心身形比例都可以买。然后裤裆够长，你看我有168，我穿到中腰了，然后裤长是这样，会盖到那个脚踝骨头这样子，九分的长度，所以你们也可以自己折。总共四个颜色 ，Kiki 就基本的黑色，然后还有这个是22色跟32色，还有我的粉色，还有玉婷身上的粉色，玉婷穿粉色给你看，粉色也超可爱，粉色很可爱，它那个布标真的好可爱，我喜欢这样一点点不一样，它那个布标超有质感的。